你不觉得芊芊可能喜欢你吗？我现在都失恋，哪来心情谈恋爱？有些事情想不起来，那要是我们真的有小孩子，你会把我们忘记吗？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，或许我已经在飞机上了。早知道会这样子，或许我应该跟你求婚。每周一至周五晚上8点，女力报道，小资女上班记。